可能会教出很棒的东西，但是因为你是不是自己做的啊？那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哦，因为我们希望各位即使知道这种方式，但是你还是得把自己做的是什么，那别人做的是什么，在其中的时候讲清楚哦，不要把别人做的拿来当成自己做的，这样就变欺骗啊。好，那我现在呢，给各位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呢，里面其实有很多 Blender 的模型啊。那这个模型你在 Blender Category 这边，它有分类，都分类好啊，分类好，你要什么东西呢，几乎都有啊。那你希望找什么样的东西，你不用完全自己重来，你要武器这边有武器哦，你要科幻小说的星舰，这边有星舰。那你就拿来兜一兜，你就得到一个超级棒的场景。OK， 好，那所以呢，这里你可以看到，像这里，这个 SCIFY 哈，这 Science Fiction 就是科幻哈。那科幻里面你会看到吗？有这些东西啊。好，那钢铁人也有啊。OK， 啊，那它不只有一页哦，它这边有。总共979个模型啊，那地球啊就引用个地球进来就好啊，所以你到底要光剑啊之类的啊，到底要什么东西你就来这边找啊，那但是交作业的时候请记得自己的跟别人的一定要清楚的让我知道啊，我们才能够评估，不然你随便拿一个来交，我打了九十几分，但是事实上不是你做的啊，这样子是。就我们其实也没办法辨认了，网络上东西那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辨认。好 ，OK， 那我现在就先，因为这里有些图形、有些模型都很大，它大到你按 F12 之后它就会宕机哦，所以呢，我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剪刀。那这个东西呢，这一个网站啊，这一个网站基本上你要先登录账号，你才可以下载模型，所以你要先申请一个账号。那我已经申请好了，所以我这边就下载下来。那它的授权，请你看一下，它是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也就是说，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可以合法使用的，但是呢，你一定要把作者的姓名标在你衍生作品里面。比如说，作者的姓名，还有就是来源的网址。最好都标在你的衍生作品里面。那你如果你的衍生作品是个影片，你就在最后的地方去声明就好，这样就没有侵权啊。好，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点下去 ，OK， 那它就下载好。那刚刚其实我已经下载了一遍了，那我再做一次好了，我重新把这个东西呢，我剪一下，然后。我放到就这个 Blender 底下，好，那我把它解开，我就解在这个731270 Figure 的资料夹里面。好，你一进去就会看到三个档案，一个是它的 Preview 的结果，就是这一个。哦，其实它弄的解析度太低，其实看不太清楚，因为它的 Preview 档可能不希望太大。那另外一个呢，你就直接把 Blender 档案点进去，然后你按 F12，这就是那只剪刀 ，OK。那基本上这个剪刀到底有多少元件呢？其实你可能在如果想要汇入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剪刀这里。它有这个，这个，它甚至有骨架，它其实是可以开合的啊，有骨架。OK， 这是它的每一个元件的那个。OK， 这是这一只。OK， 那外面还有一些额外的东西。OK，
啊，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组件啊。但是最后你想要用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它汇到另外一个档案。那、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怎么样汇到另外一个档案进来啊。基本上汇的方法跟之前一样，用 append 或 link。append 的意思是说，我把它抓进来之后，我这一份的修改就跟原本那一份无关了。OK。Link 的话呢，我这份修改原本那一份也会被修改。OK 啊，所以这边啊，在你使用的时候，记得 append 和 link 要分得很清楚。好 ，OK， 所以请各位呢就去试试看吧，啊，把找一个模型下载下来啊，当然你找的模型不要太大，不然你按 F12 它会宕掉。好，去试试看，先申请个账号。